后他呀，我还是来晚了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马经理，你有病啊你！我他妈是病了，我也不是死了。干什么呀？那我这西装不是白穿了吗？你还洗？滚！你们也太客气了，我这是腿坏了，也不是别的毛病。梁总，弟弟好好看看一眼，少一眼。老板，我意思是看一眼，闭眼睛，好好看，直接看。老板，这是您带的鸡蛋。你这太客气了，真的是。太客气了，你看我就什么都不带。占大补，老板。梁总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儿呢有个规矩，你说我拿的礼啊，我得给你回双倍。你这鸡蛋得值50块钱吧？来，我这呢给你100。拿着啊！谢谢老板。老板，我从那个老家给你带点茶叶，你尝尝。你这太客气了，小朱。呀，这茶叶得值300吧？这样我给你回600，这600你拿好啊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看我这什么也没带，这样，哎，这是我这几年的积蓄，10来万，要不？10来万、我这个不能太贵重了。老板你拿着，太贵重了。你拿着，我什么也没带，你想吃什么你买点，拿着。那马经理，我也给你回个礼。不用。哎呀，那哪行？要回什么礼啊？是，要不用回什么礼？1000块。老板，他们不都双倍，我这10来万是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儿还有个规矩，回礼呢最多只能回1000，而且呀，你送出来的东西不能收回去。谢谢了啊，你们真是太有心了。老板，这把我要是赢了，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？你还想要女朋友？对啊，我，你还要什么？真的是，那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，我给你介绍男朋友。啊？说什么经理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3、4、5、6、7，十勾圈凯肩，还真有啊。那必须的嘛。哎，王炸，不是老板，我试过劝改天就王炸呀、怎么了？不行啊，太打错，行，你能不能出啊？行，出，磨磨唧唧，出，干啥呀你啊？啊，没事，我不要你就，八九十连对儿是不是？圈凯肩连对儿，这你也有？对呀、要不要吧？不要，不要是吧？出吧。你俩干啥呢？老板他，出啊！我出了啊！别人，你等会儿，刚才我出8、9、10连对，你出的啥？我是勾圈凯啊！勾圈凯啊！对啊，你出的是圈凯肩吧？勾圈凯在这儿呢，这不在这儿？没有肩吗？这不勾圈凯在这儿呢吗？哎，没有肩吗？没有肩，什么时候出肩了？没出肩。勾圈凯是吧？对，没出肩，什么时候没出肩、那对，肩的炸弹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确定刚才没出肩吗？我没出肩呢。真没出。别扒拉了，我没出肩。没出肩，都是你出。没出肩。要不要？啊，你报单了是吧？没报单啊。没报单是吧？啊。没报单，你出一把。出一把，对，3个3，没了，还想要媳妇儿？就你这智商有问题吧你？坐下来吃饭去。不是。哎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别催了。我看你就是不着急。我问你，我什么时候能抱着大孙子？我不管啊，给你3天时间，你必须跟小美把事给定了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啊，挂了。谁？小美？小美是谁呀？啥小美？我妈说的小刘。你当我耳朵聋是吧，小豆？阿姨刚才明明说的是小美。我妈那是口误，说的小刘。咱两个人过日子，你今天给我出来个小美，明天出来个小丽，后天是不是就小娟了？这什么意思呀？啥？没有，真没有。等着我抓着再说哈。小豆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呢，老板，怎么了？我现在有急事，赶紧回公司接我。行，我马上就来。小美呢？小美搁哪儿呢？哪有什么小美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妈口误。不是，你打岔是吧？
没有啊。我问你小美呢？小美搁哪儿呢？哎，没有小美。怎么没有啊？你买的也太多了吧这。咋了？你俩又吵架了？妈，我要跟小东分手。不是咋了？小东，你气不开了呀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？他跟一个叫小美的女人好上了。没有。还有这事儿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还笑？妈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商场了呀。那你跟谁去了？哦，妈，你怎么也笑了？哎呀，这不换季了吗？小东带我去商场买衣服了。你说的那个美女是我啊？小哥，那你直接告诉我是我妈妈。妈，你怎么叫小美？你改名了。哎，妈。你奶奶明天八十大寿，你就带你朋友回来，给你奶奶看看啊。我哪有女朋友呀？我不管，你再不回来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喂，妈，喂。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这到哪给他找女朋友去啊？笑，我记得咱俩是老乡是吗？嗯，对。那这样周末跟我回家一趟呗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同事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妈想见见你。行，那个笑，我记得咱们公司周末加班是三倍工资是吧？嗯，你这样我给你六倍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找别人了。不行，老板，我愿意。东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能跟你回去了。不是，我们都说好了，你怎么？哎呀，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我是老板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人潇潇是我老乡，人帮我应付一下，怎么了？你看你这弄的，不是，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你，行，那我去找小丽去。小丽，我刚给她安排的相亲对象，这会儿相着呢。那我找小雪行了吧？小雪出差了，在广州呢。你，那个前台那个萌萌，开除了。啊？那我刚刚看人还在门口呢。刚开的。嗯。你，不行了。你这弄的你。哎，老板，要不然你跟我回家一趟？哎呀，我周末忙死了，哪有时间跟你回去呀？这你那什么，但是啊，我可以帮一个忙啊，纯属帮忙。行啊，那说好了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行，哎，你上哪儿啊？我奶不过生日吗？我不得给她准备点生日礼物啥的啊？那个礼物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还用得着你啊？真的是，来，你看我穿哪个衣服跟你回去好看？这个好看。哎呀，你穿哪个都一样了。那能行吗？那能一样吗？那见家长的事儿是吧？不对，这个呢？不对，老板。啊？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？就等我上套了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呀？吹呀吹，在暴风中的雨，因爱他在流泪。老板，嫁给我吧。对，起来，小东，你干嘛呀你？你同不同意啊？我不同意。不同意啊？那我每回相亲你都给我捣乱，我找女朋友你也不让，让你嫁给我吧你还不嫁给我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不是，我给你说话呢，老板，你看啥呢？哎，这不是完美复刻端游场景还原的新天龙八部手游？对呀，你也玩啊？那我们一起玩吧。玩什么玩？说正事儿，老板，这我给你500块钱，下午我去相亲，你不给我捣乱了，行不行？500块钱，行。没问题，行啊，说准了啊，说准了啊！看完电影去我家坐会儿啊，我家猫会后空翻的。谁家猫会后空翻？不是，这位是啊，他是我老板，你放心，这次他肯定不会乱说的。对，你俩聊你俩的，我就玩会儿游戏。是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。啊、对对，来。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好准备的，来，给你张卡拿好。老板，这太贵重了，你拿回去，拿回去。给你的，给美女的。那拿着吧，拿着。老板，你看还挺大方的。美女，这个卡里呢有50万，我希望你俩在一起以后呢，好好对我跟小东的儿子。啥？千万不要亏待他啊！如果钱不够的话，可以跟我要的。不是，少东，什么儿子啊？给你，这全是我渣男。哎，不是说不乱说话的吗？你干嘛？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。